刚刚一起床就发现好几只燕子在这里低飞，怎么回事嘞？哎，它怎么停在这儿了？哎，我刚刚说就说怎么有旁边有两只燕子一直在这里低飞，原来是这里有一只小燕子。妈妈，快来看，这里有只小燕子。来，去看嘛。刚刚一下午一起床就看见两只鸟儿在这里低飞，燕子是咋回事？就在这里这里。哦，那有些飞的，你看，那还有两只叶子在接到跟你叫唤，意思说看到这个兄弟姐妹，看到掉下一个飞不得。那、哦、不就是他的屋吗？哦哦。那我是把他送上去吗？要得嘛，你去了。哦，那小，给他带回我屋头去嘛。要得。哦，你去吧。哎、哦。应该是就是还不会飞，然后掉下来了，是不是妈妈？是，可能是的，其他燕子可能会飞出来，那一不小心把它带出来了。那它屋在那，我拿梯子要给它送上去了。要得，去拿楼梯来，大姐给它送上我。那个长那个嘛，长那个吧，对，长那个，那个短很。慢点哈，小心点哈。进去了，嗯，放进去了。它应该就，因为好像还有，我听到声音了。这个就是小燕子筑的巢，然后刚刚那只小燕子应该就是从这上面掉下来的，然后我刚刚把它放回它的巢穴里面去了。我刚刚听见里面还有小燕子的声音，应该里面还有一两只。刚刚那只不小心掉下来的燕子，然后拿楼梯来已经把它放回去了。它应该是现在在学飞阶段，然后不小心掉下来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就请点赞留言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